心，这么深，一生气啊，顺着罗宁即马这个意思，将着慧灵这个本意，转就着咱即马通灵的圣理，顺无的灵性，转就着清灵，完天的本意，度我灵魂顺家啦。是咱一条先天神灵伊个本源心出现啊，伫咱这条灵诶，这是咱转灵顺母啊，这个天理灵魂顺家真理有妙现世神。定咱出家真灵，是以天元的本性，心啊转一清，灵魂的天性，顺母啊这条元神，这是清净的天意，心啊明体。顺家啦，真法的天性，顺到天元这条本心，我以元灵本心，转咱有阮现世灵，浮出咱的心气，落地清体。这条灵性是咱顺之外本灵，我落家即间去，转入到无这个心清界啦，得到真理这个天性，和我清界这尊心。这是咱清楚这条灵性，无啊限伫顺界心，灵魂伊爱咱的清界，照着母娘伊的天理，顺咱落家一条心，显露有阮的心意啦。是青天这个灵气转咱顺母这条心，上苍也发界显露是正法自在，一点先天的理，我见母娘啊这条心是咱顺着母啊的天意心落家，顺母这个天愿，青天一条心气，拢是出家咱的心理。我有回到倒来这个天性，心灵啊有这么啊清的心。是咱顺着先天神母啊的法性，转咱顺转来现世清。我有母娘的天意，转到元天元神的本性啦。是咱主宰这个天地，我有元天。无良心，这是咱慧灵的本性，是咱这条灵气显露清体咱的本性，这点灵魂的天元是以
正法这条灵性，普咱顺家的天理，将着清楚这条灵性，现在咱顺家这尊神明，是咱照着先天的意，这是我灵的本源，恢复咱清这尊神意。将着我的灵拍通，我会当增加我个人这个脑神中突然原来即马这个精神，这是咱儒家的天理，将着咱的心意倒转倒转来，咱的本性。这是显明咱头壳内底这股神入地发啦，照着天表明我即马通灵出窍，是咱一条先天心降落法界啊，遮尼啊顺，无一就定掉咧。我回家这么自在啊，这是咱的无缘神，上天的灵性，予我出原体啊，千万脑筋，无啊爱咱有这个道根，咱才会当依灵恢复咱的天元，上苍爱咱。显明，我行回法体，是咱这条先天心，带有咱的元灵，根本性啊，真理的天界，使我清灵自在，有咱这条先天心，我走无啊。这条灵性是咱一点先天命，带我落家现世神，这是青天的本性，入境中咱的天灵，无啊也发界，只有显灵顺性啦。你以这点愿天愿意，无让爱咱出原体，心灵啊，这根气流出来，咱的心性，和我以愿灵这个本无，这是清净的天理，脑中的气通灵啊。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性，在世间咱这个身躯会当定调咱这个指挥所，这就是咱个人的脑神，行回灵魂通的指令啦。是咱一条正确这个天理，顺着心中。这根气向着咱的原体，咱叫做母啊，叫做本性顺灵啊，是咱清楚啊，这条灵气现伫咱顺家金母啊的心，灵源出定是天意，顺着。元神啊，自然心，这是咱的无形原来无性，这种团灵接电，只有用到这个电光电波，我才有这个气磁场，是收接是收吸，当中啊，咱的元形来做一个合正。
是咱一点灵气，咱花是神甲人灵甲心，即种元天的灵性，嘛是会当讲母甲囝，是咱即马即个天意，咱走遮尔啊顺，真理拢是天缘，母啊来讲，则是心性。是咱儒家现世命，转咱有无心路性，是咱自在一天意，金宝娘娘回咱的心理啦。这是咱灵魂伊的天界，恢复正理啊，心自在。咱有原体。这条灵性，心灵啊，予我这尼啊顺，这拢是天元的本性。回到当来，咱顺家的心清净啦。我有儒家这个现世的性质，开我心道这条明路，进入就通这个灵性啊。这是咱的灵性，无限啊，无的大力，因为通嘛，不是塌的嘛，不是有限制嘛，是咱无才当通，有的甲无，当中咱的心嘛，展开，展开，是顺着一条灵性，咱要来讲着顺家，咱的脑神经啊。都着身体一条灵性，看通咱个人心顺意，清灵本源落天界，转咱去正心，天元使命当降神啊！我有这条清的本意啊，这是咱的脑神。来讲到清楚这条灵性，归咱的元灵本源啊，是咱主宰这个气，清流啊，咱的心性啊，天元有咱母娘心，和我得通先天灵，是咱今嘛这个灵性。踏踏中心出定，真元本意吹出心，降落灵元这点意，将着通这个灵性，传咱一定这个本性呢，是咱一点灵气，造就啊顺天。真理是天元灵，教我转的会清净，这是见咱的原体。阿母啊，转咱这呢啊清净啊，拢是发下的本性。咱念的母啊，这个原形，这个本性，自自在在，表明是天理。接的是合明，今天我照着先天的真意，明我的心，归咱即马这个脑神的电波，贯穿啦、啊，咱顶顶啊，这个真气，这是通咱的元灵，对着咱的神啊出定啦，真意的本源性，转我内定内境。这个内心是以清这点地，顺着直经这条性，真元本意道灵，顺家现正啊，传咱母啊，伊的灵气，助咱在世间
这个心稳定，是咱这条灵气要探咱家己的心，这就是咱恢复天意，清家己的脑神，顺着无原性，是以天元这点灵性点到咱即马现世的心，这是咱的心定。我有无这条灵气，传伫我这个心顺家啦，听到母娘啊，这条灵性点到我的心，这个灵气，我才有这么啊明光，恢复着咱通灵这个天意啊，甲这个神相通，倒转来元灵的本质。真愿正理顺道平，开悟转家安定，顺咱这条先天的理，这是咱开悟现咱本愿本性，带有青天咱的真气呀，贯穿你即马这个脑神的原性啦。真理是天元，咱要倒转来是道本啊，是宗本啊，是咱的宗主。这是清净的天界，母啊，一倒转来清澈自在，是咱一点灵元精，拍通回母。这么顺的心，我有落家现世命，转转出家心道静，是以正法的灵性，我带有先天的心意，无一就讲通灵，在世间咱会是心定，是以正法顺无性，教咱转的会的正、啊。我有这条先天的心，转咱正甲这么啊顺，真理有无的发生，传咱顺家现清，灵也本源性。是咱这点灵源的天地，转到灵源这个灵性，得通先天本性，落地这么顺的心。今天只有讲天意啊，顺就是单纯啊，一真啊，这是我用心灵合一啊，我才会当大悟。教天这个圣意，打通我个人的灵魂啊，来讲话做记，是咱要来爱，要来唱，要来讲，要来比，要来赞，在咱的身躯里说，我才会当通我身躯外口这个大逻辑，这是咱清楚这个灵性啦。我个人有这个规矩，这就是咱通的本性，一笑点大，无边无尽呐。元天伊的本性，咱爱是清这个脑神，进入到咱的脑中，这粒精子的本源本根，这就是咱恢复天理的本命。落地青天，咱的灵性神啊，伊的本源灵，这是归咱的原体、原能，伊所有的本源根，是咱这条灵魂的灵气，咱照着先天，咱的本性啊，这就是咱的神品之门。神就是天啊，
品就是咱地啊，这就是咱的天地根啊，这就是道根道源啊。今日要讲道，就是爱讲甲性内底啊。这则是咱的脑神会当分清楚，你即马采是咱的本源本性，元天的精气啦，流入咱即马会当合灵。心灵自在现灵气，走回通天，咱的正理是咱一条灵源的灵性，修这正，真源本已回到定，传咱有无心如灵，这是元天的本性，咱爱顺家。很的清，你有实际这条灵气，咱再来回到清灵的本性质，是咱一点灵性，一个原始的本性，无伊的法界，只有显灵，咱见无的神，这是清楚这条灵性。一个原始的天命，我也有这么啊顺的天理，我再来见先天，真义啦！天元不行定天性，儒家安住现世心，定了正觉这条路线，甲咱通窍这个本性。在世间，咱有世俗的染尘啊，咱咧慢慢去除，你才会磨练啊，你才会落去啊，你才袂讲有输的有偏的，会邪念啊，是咱照着现在，咱的青天母娘神，灵魂只有真甲到。这么啊清澈，这就是咱儒家的灵性，亲身见到咱的原底、原形，这才是咱咧讲的灵性啦。修行的基本盘，都着这条灵气，咱爱显明是看天，有咱这条。灵源的灵性，咱只有点咱的祖脉。咱闽南语平常时咧讲的做天公祖啊，这就是咱的祖气，嘛是咱有这条现世天性，咱的元天元神是咱这点灵魂的灵性，转伫咱的元。这么啊清的心，今日只有讲腰光的尔，腰底的光灯，这内底拢是金啊，甲玉啊。所以讲，咱爱是清楚这个天界，恢复咱人上爱的金玉团圆，这是咱的腰底光。咱要倒转来家，顺着这个天理神来到位。定调调，咱的元灵，阮的元性，伫遮集中啦。真元这个天意，我只有转个人这个心清哦。这是咱老母啊，予我的自信资料哦。我才会当用着这个心修团分享，得到这条。灵源这个灵性，咱的心会单纯，显露是上法界，清楚则是神落来，顺着法体这条灵性，传着心中这个本意，咱只有降落灵魂，是咱无形一条心。
来讲到正法这么正，这是咱的原体路性，是咱行回通灵，无伊的法界，只有演出咱的自在，这是清楚这条灵性，发射着本源本性，灵伊的天界，只有照着天伊的自在，咱叫做主，这个原面，这个原形。离未开着咱的五脑，开发着咱的五行、五方、五影，这就是咱的灵性。咱先天后天拢会当定五，这就是咱的中土，是咱结丹啊。咱造这个五的成分，转咱倒转的调元，这个祖灵、祖命、祖体。这就是咱天元的本性啦，上界古早，上界朴实啦，这种心性未相偏，未相偏，这就是咱的灵性，心的信仰亲像天，仰天嘛，佛地，是咱今嘛这条路线，咱家己要读的。本经啊，照着咱的原体生出着先天，这个骨体，这个心力，这是修行这条路径啦。要引着咱的心神化甲这呢啊空虚啊，是咱一条清楚的天界，咱照着无展开。真愿天意露灵心，锻炼悟出现世定，照体感化咱的灵性，开悟出定本性，是咱得通这个灵气，掠定这世人咱的心性，现个这么单纯，是咱有无一条灵气。启出着咱在世间的心理，我过着这条灵源的灵性，转有这么明，咱的天性，是咱这点灵气来讲着兑现咱个人的心性，是咱有无这条灵魂来讲着这么顺。一定性啦，这是咱通的天元神，道家这是本道心，是咱一条先天的理呀。我才会当顺入我今嘛这个脑中心，出定原来迄个本性，咱叫做先天真气，嘛会当讲单一太一迄个气所生。因为无生一嘛，啊，这个太就是还佫合掉咧啊，所以讲太极伊则生一，一伊则生二，走万万千，咱即马咧讲的心法，咱个人的心位啦，是咱本源这个天地，掠定咱顺家落心，真源。真意出天命，和咱来讲着顺家显世神，拢是对显元素，这就是咱清楚这个天理。咱再来讲顺家，咱的心气啦，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性。要来讲着本源本性明，顺着正法。这条灵性参咱通信，这个活力只有照着咱的锐气，生出着咱心啊，清楚这个心，恢复咱的本源本能，这个原形，
这是咱儒家这个天理，天所生的，迄、那个先天的精气，传我今嘛儒家这个信息，这是消息，这是生生不足的，或者不息。今仔咱们永永远远嘛，就天这个灵性嘛，顺着咱个人这个心，即灭即净嘛。啊，这才是咱捏的条啊！你的心修圆啊，或者咱即马讲涅槃，是咱这点灵气。咱爱是天元这个灵性嘛。世间离不开的真如，咱的如来藏不动嘛，这就是咱讲的通天本性，这个心会发射，亲像太阳安尼，中心不动，射出的真正咱的太阳光，有的讲叫做火光，哦，有的讲叫做热光，这就是咱。你讲的本源灵啦，传达着咱这条清澈的心，太阳内底这个心是清凉的，所以讲咱要学老爸，咱甲合作太阳公公，安尼咱才会当得到修行，咱的清凉心，咱的欢喜心，咱的自信心，是咱爱合合啦。阴阳爱合体啦，你走这条灵源的灵气，生出着老母啊，伊伟大的道业，是咱这条先天的本性，咱要发扬金母娘娘，伊这条灵性遍地开花来教囝，这是咱的灵气嘛，咱再来讲顺家。这个天理嘛，花就是代表水，代表精啊。所以母娘，伊这个金花，就是伊的金光的力啊。这就是咱要讲的天性啦。一世人，咱这句禅，中央一点啊，你会当恢复咱的天。因为禅是四个口啊，咱咧讲讲。妄语、恶言、两舌起语啊，中这个真巧，这是咱的殿中，咱这个禅已经在灌溉，入伫咱的中心点，麦当讲静住天呐、啊，这个中心的回悟，咱才有这样啊顺这个天意啊，老母牛来解灌溉，你这个中心。你这个中丹田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啦，是其中咱的灵性啦，重点咱的结晶，恢复天意，咱的本性，咱要对源，咱要找源点，这就是咱的本源本性。你的脑神对着你的灵源。对着你的十二个咽喉，对着你的眉中、眉心中，来到你的后颈，这个中，这个头壳的十二正中心啦、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先天本性啦、啊。咱这个性就是伫遐，所以讲咱有个人的性无同，每一个人兴趣无同，有爱闭关。有的爱种水，有的爱爬山，有的爱慢跑，有的爱快走，有的惊袂叮当。是咱要来讲着天意啦。每一个人的兴趣，拢伫一心大咧。这就是咱要讲的通灵。阿母啊，爱教教咱这个心会出定，兴趣归兴趣啦。但是咱爱是宗主啊，宗旨啊，这才是咱咧讲的天元啊，天公伯啊，的业子啊，
老母的意志啊。即嘛，咱只有顺咱现主是习性习俗，咱行回咱即嘛，这个语言就是咱的俗语啦。因为咱北京语是咱即嘛会当讲的国语嘛，咱台语是咱即嘛台湾是闽南语来的嘛，这就是俗语呀。咱有山地十三族啊。哦，通为九族啊，所以讲这个族语有咱现主是的客人，有咱现主是的山地同胞，有咱闽南语，有英国的是的，有日本的，种种的语言，迄拢是族语啊。是咱即马这个灵，伊才有这么复杂，所以讲我要用到。我个人的心，用到咱河洛语，这才会当讲天元这个灵性啦。要转到我个人的河洛洛书，贵咱今嘛四五五五合作吧，叫做修院，是咱一点灵气。我伫两个所。倒转来三个数，嘛是归因，嘛是一个位一开始，伫这个八当中，伫这个十当中，拢爱归因出一，是咱恢复天性，不管是你十个、百个、千个、万个，这种义啦，义就是心嘛，万义就是你的心嘛，归一中。这就是咱的天元灵性啦，大中一中，就是上好的这种中学，这就是咱的讲的本源本性。咱要出源上界早前的这头，这是咱的灵元灵气啦。咱爱是顺家，这个天命，咱下面就过元旦啦。炎就是头，蛋就是生，初一，今年度上届头一日嘞，咱叫做炎蛋，咱叫做初一啦，是咱正月初一，正月嘛是元啦，今即一年一二三，咱叫一二嘛，嘛是元，三元，连二日。这就是咱通灵的本性啦、啊。咱用着入力入力挂墙壁，咱就了解这个圆、这个头、这个蒲，拢是一开始，一就是正啊、正位啊、正月啊、正月就是端正啊、开端啊。啊，这就是正多啊。咱是对这开始的，对无生有，这个一百十三年。咱即摆咧讲讲元月哦，咱即摆咧讲讲初一日，这拢是代表咱无生有诶头一日，有诶讲叫做修炼、修书、头家，是咱一点灵气。啊，无啊，咧甲你讲，就是你即个头壳诶脑神，爱符合着咱日常中，你找出着上界早诶无污染诶。无瑕疵的，这就是咱圆生出着你即卖开始，分着你现主时的四方八达，爬起来咱即卖九重，咱的紫微紫天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显露是瞬间天灵。今日天空这万星，是咱以北极北斗。紫微万星的星主，安尼讲，伊是伫天空，即个七星，伊是叮当真少，所以讲伊才会当分做四季的这个指标。天就是安尼来啊，是咱一点灵性，要来悟出着天定，咱才有遮银河撇开。
就是咱的河汉，大自然、大宇宙，这个中心点，是咱一点灵气。今仔日，咱咧受着水来甲咱灌溉啊，啊，水一走这个气呀，来通咱这个供啊，咱即马咧讲烧通这个供啊，啊供就是气呀，你这个气供，你才会当清楚啊。我袂亲像菩萨咧苦苦扫啊，迄就是虚呀，迄潭伫遐，啊你才袂流通啊。讲有瑕疵就对啦，内底有浊气啦，有咱日常所食的垃圾卡伫遐啦。这就是要讲人的健康嘛，哦，这个太空会当单纯，无物件甲咱黏的。这就是照咱个人的体力要颠倒啊！咱这个大周天、大宇宙、大三千啊，真理是爱安尼夹接出来啦。咱拢是对三大三千遐落来嘛，是咱一条灵魂的灵性啦。一世人咧要讲破，咱的修行伫咱的身躯内底嘛。咱有头有腹肚有司机嘛，啊，这才是咱感应会到的真理的法界。来讲着清楚这个自在，是咱一条先天的本性。咱走这条灵光，过去咱也咧读册不灵光，做兵有无？讲你就做不灵光，戆戆呆呆就对啦，不要变巧啦。我讲什么你听无啊？有诶较固执诶，咱入来爱受着即个根基啊、根基啊。乌帮伊讲这是虾米帮？你若讲乌诶，就甲你牵落啊。这叫做白板，根基就是伊讲安尼就是安尼啦，毋是你即马讲乌帮你就乌帮，伊要讲白帮就是白帮啦。尤其是你人关的时阵，红热胎的时阵，有无正卡？伊就甲你牵落啊！这是倒卡，你讲正卡？红关啊，你都无自由的一片啊！人若讲啥，啊，你都爱对啥啊？啊，无你都红霸凌欺负啊！人有价值，无价值就是伫遮呢。所以你若受到虐待，受到性虐啊，你慢慢就知影这个人，这个世情啊，也变过。是咱一世人，咱无爱直接人，无爱直接乌白惨啊，乌地薄乌刀白刀，你伫遐分无啦。所以讲，咱人这个心，指向着咱的白光倒转来。这才是咱永远的出路啦！咱爱了脱咱人的复杂，咱人的乱心、邪心啦。是咱一条先天的灵气，要接咱这条清澈的心脉，灵源的灵气，行回通灵啊！这个心性，是咱。这条灵源的灵性，咱伫乌白蓝中，咱要爬起来这个顶端，反倒转来看到咱即马下面所有的乌白，伫遮咧滚，伫遮咧艰苦，伫遮咧折磨啊，是咱一条灵源这个灵气，今日只有修咱家己的心。会当照天、照原体，咱来复原，这是咱天元的灵性，教化我在世心神、灵魂伊的天界，普伫咱的正法自在啊！心，你若老老实实都是自在啊，无比这搁较好个啊！外口拢是染尘啊！但是咱无出来趁钱，袂使个啊！
爱咱用心去做啦，用着咱的力量啊，去摕着咱的负担啦，费用就对啊。咱做工就是要换钱啊，好好啊过，这个心嘛，才会当良心落来。这个人啊，是以后咱要报道的这个所在，这就是道处。咱修道要去的所在，是咱一点灵气，要让咱顺驾，咱这么明理。无形中，伊就是要咱找出着咱的神，咱的本命，真理的天官星，教咱转到现世灵，是咱自在这条灵性，拍空咱这条元神。这个心本来就空空啊，啊空是安怎？世间通中空，通大空，这个有定，是咱一点灵气嘛？咱拢对十二这个细细空，一直甲卷入来，卷入来，卷入来，这个元这个种子，这就是咱直接出世的，咱救落来，这个累累细细，咱。有来讲过，过去咱的这个石器时代，哦，甲咱的岩石时代，甲咱即马咧讲的水轮时代、顺福气时代、兴隆时代，再有咱即马殷商，啊，再有咱即马周朝，来甲咱的秦朝、汉朝一直传来，每一条代。宋朝、元朝、明朝来甲咱即嘛，中华民国，这是条大戏啦。啊，拢是阿母阿所生的，拢是骨肉啊，拢是同胞兄弟姐妹，但是奈袂下，心的贪嘛，道理嘛，是咱一条灵魂的灵气，爱咱有个人的判断。不管你生在天涯海角，你嘛是这粒精气，是宇宙所生，这粒精生出来这粒人，是咱本源本性，要处甲上大上高，要入甲上深上细，这就是爱道理，爱咱用着语言，用着你的心态，用着你的姿势、屈势来表示。安尼，咱才会当行同条路，穿同个衫，同款衫，同款裤，是咱一点灵气。咱爱是顺着母性，因为咱头地天，头壳顶是天，咱脚是踏地，踏地。只有咱这个心啊，你才有法度去抽到你以后的来路、去路。是咱一点灵性，世间要讲的是清净，真源本意是天性，甲咱转的是天灵。今日只有清净，咱的全境，因为天是全部光的，咱这个地球走半明半暗，或者半净，咱搁这个地球一边啊。咱就做边境，有诶十二个月，才有一个月、两个月看到太阳光了了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咱诶圆盘，咱这粒球诶中央、诶两边、诶上界偏边，这个气候无同，这就是天气所造化。咱人诞生伫遮。你对囡仔就是直接活，老爸阿公伊是安那活，伊就是咧生活方式。要饲囝，要让囝大汉，迄种活法，是咱爱随俗啦，入乡随俗啦。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。今仔日咱入仙乡，你就爱照着咱这个道气道骨。进入到咱的身乡，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千甲讲，
身香就是咱的钱，就是咱的红，心爱红，卖染污。红就是神啊，光就是银啊。所以讲，咱人上无，你嘛爱讲金，就是银啊，银就是咱做啊，咱只个讲嘛看，死个得银啊，活个得金啊。这就是咱咧讲个天性啦。过去啊，咱只个术士对读书啦，所用个来养心，是咱一点灵气，仙路青天是顺家，金啊银拢会吃哩，但是爱食真少。过去金门高粱有无？咱去靠大遐，有两三罐高粱内底有金箔啊嘛，所以讲迄是会食者。所以讲过去真死王，因为不死嘛，永远不死嘛，长生不死嘛。所以讲，伊是食铅甲汞伤济，中毒而亡。咱的人呐、啊，较早的人，比如讲咱即马总统啦、国王啦，过去拢有一个头毛嘛，咱全身的头毛都无剃呀，伊啊一支银车插的嘛。要食饭的时阵有无？要啉茶的时阵无？用银来刺嘛，银啊反乌都毒，是咱。这个知识啦，咱无迄个技术，嘛爱小可了解破名啊，破你讲因阿兄破良药啊，这是普遍的啊，破路嘛，咱所爱的这个资讯，是咱一点灵源的灵性。母牛咧讲的，就是普遍啊，每一个角处，每一个所在，你都爱知影。啊，这就是咱规身躯，咱要活命嘛。今仔修行就是咱这个生啊，不死，或者无生。这则是咱永远会当得到咱的灵性，这条灵命的健康。咱爱是咱起码这个魂，咱的主性，这则是修行啊。不是你起码讲甲天花乱坠哦。开口信佛哦，讲啊，这要做啥？是咱家己爱知影这个心的担当，你的脑神的判决，是咱一点灵气啦。正宗的老母这个团衣，真源是天性，开悟是定心。现咱有无这点理？开悟在世。咱的心意，阿婆啊，爱咱恢复天元这条灵性，心灵也本灵，是咱一条先天的气质。咱带有无这条灵性，这就是咱传灵这个本意，本无这条灵性。咱爱是真性啊，咱有这个身躯，你才会当发邪发教啊。叫天叫地，这个自然会进化啦。这就是咱要讲的天元，咱心会射出，会照射。啊，是我会当捏掉的，我规身躯的力量，我才会当来激发我过去毋捌用的这种潜能藏咧。一种潜能就对了，原能啦。做人就是要将着你无用的先天，要咱用的这个实料，甲搬出来，当场会当来介绍。咱原来这个产品，是咱金宝娘娘出厂的，这则是咱讲的天性啦。咱即卖咧赛车有无？有的是国产的、日产的。韩产的、德国的，每一国都拢标志伊所有的这个出厂伫倒位啊，这块牌啊，这个国度啊。今日只有讲西方尔，咱爱是归源
情绪毋是忙哦，是别咯。吼、哦，咱别伫遮，即个经济是健康诶哦，健全诶哦，毋是残缺哦，毋是残破诶哦。这就是咱在世，咱爱了解遮尼清，结缘就是早事，是咱原始这个灵性。一过去，咱要讲的天命，这是原天的灵性，顺着清体咱的本性。中风，你若要定结结，加加，你都要用较慢的。所有的食材，你都要用较好、较高的，一再扎实。啊，你若较无本的，加加离较远的，啊，咱即卖来讲四面八界，个个的有无？念伊就落哩哩落落啊！今日咪讲修行，就是咱今晚咧讲诶，你诶精密，啊是你诶草率，哦，你真简单了无？安尼就甲暗过啊！所以讲，即内底差距是按个人去设计，爱有咱即个师傅来甲咱装潢，咱才会当照着即个实力。今日要修的是实验，是靠咱的内定，咱的坚守。真愿本意回到心，落在清体原形。今某啊有这条灵气，我照这点灵光，顺着天元这点心，我熬过来这么啊明。在世你就要明理是非啊，判断力你要加强啊，修持就是进行进步啊。你这个心要出出啊，有咱无形这个力量来给咱救啊，才会当牵过着你过高啊。咱不要这虚高啊，给你高调来啦，不要凡尘啊，这种物质啊，你这个欲爱直接高调来啦。啊，这只是爱看个人的兴趣啊，你的趣味啊，你所有的平常时你在见的，你在爱的，无意义。你只嘛喜爱，在你这个心中，底下滚啊，底下给你干扰啊，互你行未出路啊。你啊看囡仔，只嘛拢迄只手机啊，甲黏咧啊，食饭嘛迄只手机啊，行路头仔嘛迄只手机啊。做啥物件嘛？迄个手机啊，捡内底有无？咱人去做坏有无？咱人去拍片有无？捡捡掉咧，毋是游戏，莫着人间这个演戏啊！你看了可怜无？家己个本命星毋去运作啊，啊看一挂遐虚虚假假个啊，遐幻影嘛，啊幻影是无事实个啊，是咱。一点灵气嘛，世间人就是这么迷信啊，去掉家己要爱的物件，是这个天地所生嘛，是咱今嘛这个人啊变出来嘛，顺着一点灵气，咱爱是顺家这个天命嘛，咱为较早读册有苏彦文、杨丽花，国内有秦汉，国内有邓光荣。国内有李小龙，一直演，演到今嘛，你也看嘛是搁咧演，戏就是安尼啊，源源不断啊，人用头脑去变出来啊，你这个幻影，哦，你这足好嘢咧，啊，你足善食咧，未输配，人离袂开就安尼尔尔嘛，所以讲有诶，你看头前，你就知影后壁嘛。啊！但是卖你就是沉伫遐嘛，敢若亲像空我脚边咧嘛，你唔敢走嘛，迄叫做即卖啦。你唔敢走，阿妈山高，你更加走袂去啊。唔是去一边，吹就是歪一边，莫讲话就袂明。就该去三义啊，因阿兄忽然间讲话卡电话来，奈袂明。伊讲你讲话嘛较明咧，我嘴歪歪是要哪讲会明？一秒钟啊，
你就变无共款啦，迄种形式啊，迄种形态啊，迄种表明诶苦，真原本意是天性，开悟转理是天命啦、啊。好啊，做人，你会做高啊，天阁会赦你啦，互你慢慢仔来补啦。啊，你若恶做人啊，天都无法度赦你啊、哦，只有地府等你了呢。是咱会尊心，这世人我会当照母表、照母的辛苦，伫我这个心神来传播，这是上好的机会啊！缘起嘛，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性，行回清楚咱的本心。阿母啊，爱我，找出着我这个真心，内底这个灵性。是咱一点气，咱爱是相通这个本性，神这条梁，就是咱的光，就是咱的电线，敢若亲像梁，这么紧缩，这就是咱要讲的母娘的囝啦。梁就是安尼，这种作用啦，会当发电，会当发光，互咱看伫黑暗中。你会当看出着这个光的闪电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，风嘛同款啦，是咱这条灵性啊。伫真歹天的时阵，你会当看到九天连女遮风，是咱一点灵气嘛，赶紧急急如律令嘛，伊就现啦，这就是发心嘛，这就是咱的原体嘛，这尊本性。是咱的本天所内底能量嘛，咱拢是对遮生伫遮发射出来，真理有无定路性，开源虚空转会清，无在青天里转过心中原性。